Hello Studio， 今天呢，我们要来玩。我们前阵子记得我们开一个系列吗？叫做《拯救星球》。那我们今天找到了新的星球好朋友。Hello， 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薯条，有没有想我啊？在下面投票，哇啦和他哪一个长得比较可爱？一定是哇啦啦，哦耶！那结果今天薯条帮我解决了我们上次的疑惑，原来他是每个黄昏都会换岛屿哦。对啊，跟你们讲一个小小的冷知识，我那时候要把这个叫做拯救岛屿，脑海我打错就叫做拯救星球了。哦，他现在是因为在换，所以在卡住了吗？死亡。哎、欸，这僵尸不会动哎、欸。各位，台风天要小心哦。台风天就是要去划龙舟，泛舟缆舟。哦，好酷、哦！为什么会？我可以过去吗？动物。我要怎么过去？我来到目的了吗？哦，这里是哪里？好酷啊、哦、！Hello，Hello， 这是你家吗？欸、我有香菇哦。欸、Monument， 好，金居然没有，没有，继续，没有。没有，这什么东西？没有。你现在可以破坏方块吗？没有哎、欸。你可以破坏方块吗？我要放哪里啊？你不管。哎、欸，那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哟。酷哦，这里有地道哎！这是什么都没有。不、哦，当我没说。啊，两只古力帕爆炸喽！嘿，我剩两颗星，赞哦！交给你了，去吧。哦。所以那些。史莱姆嘞，史莱姆砖我找到了，冲啊！我挖，走开啦！我要拿史莱姆砖，叫你走哦，我叫你走哦，不听话我就不知道你开大学联谊喽。OK， 下次再联络，谢谢大家，下次再联络。哦。不要理我！我说不要理我没？你居然叫我不要理你？对啊，但不是真的永远不理我。好不理你！我觉得你一定是误会哦，果然。Bring sand 的是什么？啊，你在跟我啥？哦、oh, ，Terracotta， 那是幼桃什么花木什么东东的啦。Oh, 对，真的是。Bang！哎，为什么是我的？为什么是我的史莱姆不见了？我亲眼看到我的史莱姆少了一颗，你知道吗？啊？哦。好哦，海鸥。哦，原来去完成。然后，我们的纪念碑在中间。对啊，是啊，你才知道嘛。难怪
怪我那时候踢皮你踢皮你的。可是纪念碑的旁边都是海灯笼啊，我怎么不能敲一个？他就说不行了吼。那就，对啊，就一直打。就是丛林，哎，橡木，橡木，橡木。橡木啦，对啦，就是橡木。这也是橡木。然后，哇，橡木树秒了。哎，我拿到了。我才打四个就拿到了，我去换钥匙了。他讲他有几个项目数秒？真的、哦？哎、欸，我怎么不能跟我？哎、欸，你可能死掉。Sorry。我拉死掉。啊？哦，对。Oh my！ 哎。啊我啊啊掉了怎么办好了各位人类们薯条没有把东西放回来就离开了但是没关系想着他身上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就好了本来他有个箱子啊东西应该都在箱子里那对我们今天终于知道我们在玩什么了然后我们只要收集那些纪念碑我们就完成这张地图了那我们下次见喽大家拜拜